看看新闻网。红毯上出现的太极的女主角 Angelababy 呢，也将在一天之后抵达水城。那其实从昨天早上起啊，星流在线就已经赶赴机场，从太极剧组落地的那一刻，记录下了他们在水城的第一天。一起去看一下。